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学习第四十三品经文，《非是小乘》第四十三。本品经文是刘通芬之首，文中独劝持名。这正是汇泉归实。 设墨入本，当知弥陀本愿，实愿一切众生一向专念弥陀名号。所以在流通分中，唯独提倡持名，以显弥陀的本愿，并普劝大众广为流通。请看经文。 佛告慈氏：“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，善获利益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，当获如上所说功德。” 心无下列，亦不共高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这段经文分两个小段解释。第一小段，佛告慈氏。 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，善获利益。佛告弥勒菩萨：“你看十方世界诸菩萨，都是因为文明而往生，获得了大利益。这些菩萨获得了什么利益呢？《大智度论》中说，这些菩萨往生极乐。” 见到弥陀后，顿然证得与八地以上菩萨平等的法身。世尊宣说菩萨往生的利益，以此劝导十方众生生,生起正信，求生净土。第二小段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。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，当获如上所说功德，心无下列，亦不共高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。 第一弟子，若有行善之人，听闻到弥陀的名号后，哪怕只生一念欢喜之心，并且皈依、礼敬、供养，依佛所说，如法修行，当知此人即能往生极乐净土，一生补处成佛。 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他方佛的名号很难听闻得到，但十万亿佛土以外的弥陀，没有谁不知道这个名号。这正是弥陀愿力所感。弥陀第十七愿是十方佛赞，十方佛都在称赞阿弥陀佛。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。一念，在汉语和魏语都说，闻到弥陀名号后，心生清净，没有别的念头。选择集中说，一念就是一念净信，这一念清清静静的，没有任何掺杂，没有任何颠倒。 日本有一个宗派，平时并不念佛，只是崇奉一念净信。他们说，达到一念净信就可以往生。这个观点有些过激了，失去了净土中的原意。当知此人未得大利，当知此人必得往生净土。 必然得到佛果。这个地方用了两个“必”字，说明不是模棱两可之事。一念能有这么大的功德，大家恐怕很难相信。一产生怀疑，就不是一念了，全都变成狐疑了。心无下劣，对自心能生信。 自心本来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亦不共高。对佛的智慧能生信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本来就平等。成就善根，六朝石刻本《阿弥陀经》说：“以称名故，即是多善根，福德因缘。” 西阶增上弥陀要解中说：“凡圣同居土是增上善业所感应的，以称名念念都是佛，就是成佛的亲因缘；净念相继，无有间断，就是成佛的无间缘。以佛号为所缘的净，让心。” 住在佛号上，就是成佛的所缘缘。增上总摄上面所讲的三缘，以此来念佛，有大力用，有大力量，所以当获如上所说功德。当知此人非是小乘。当知此人。 是指一心念佛之人，非是小乘。这些众生并非小乘根性，极乐净土是一乘法，小乘者不能往生。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佛说，这些念佛众生，在我的实教中。 应当称为第一流的弟子，为什么呢？一，念佛法门最为第一，不管是什么水平的人，但能老实持念，必然暗合道庙，小入无声，钱通佛智，这真是无上方便。二，念佛法门最为难信。 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，此法深契佛的本心，弥陀的本愿，就是一切众生往生极乐，一生补处成佛。对于男信之法能生信，并且如教奉行，当然成为第一弟子。请看下面经文。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，应当爱要休息，生悉有心，于此经中生导师想，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，得不退转。即欲见彼广大庄严，摄受出圣佛刹，圆满功德者，当起精进。 听此法门，这段经文分两个小段解释。第一小段：事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，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。于此经中生导师想，应当爱要休息，生稀有心。 佛告大众：“遇到这个法门，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大家应当欢喜受持。虽然信佛的人很多，但身心净土的并不多，很多人只是有名无实，盲目迷信而已。这就是信愿不具足。” 于此经中生导师想，佛在世时以佛为师，佛涅盘后以谁为师呢？佛告大众：应以本经为一旨，以本经为导师。善导大师说：如来所以兴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本经。 是净中第一经，在净土五经中，只有本经详说了弥陀本愿海，对弥陀因地的愿行、极乐的医正庄严、三倍往生的正因、两土会境的因果、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等等，涉无不尽。看第二小段经文。 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，得不退转；及欲见彼广大庄严、设受殊胜佛刹、圆满功德者，当起精进，听此法门。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，得不退转，让无量的众生不再动荡、犹豫、徘徊。 很快得到安详，得到不退转，机遇鉴别广大庄严。极乐净土的一切万物，都是无量妙香及众宝合成，一一物皆放无量光，一一光皆放无量香，遍满十方一切国土。或询问。 为什么极乐还有世相？离体一切毕竟空，与世相根本无妨碍。世相不妨碍寂静。爱因斯坦也说，时间、空间、物质其实都是人类的错觉。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一念可遍游十方佛国。 一手掌中出生无量庄严之具，摄受殊胜佛刹，将自己一念心愿投入到弥陀大愿海中，同时把弥陀大愿之海摄受到自己一念心中。很多人误解了经意，以为另找一个地方。 再成立一个极乐世界，这些想法很执着，都是众生的情见。自己所设佛刹，欲弥陀极乐净刹，非一非二，不一不一，这个地方言语就不太好表达了。圆满功德者，极乐这样庄严。 让见闻者生稀有心，愿意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。当起精进听此法门，应当升起精进心来听受这个微妙法门。大家能听闻此法，正契合世尊的心愿，请看下面经文。 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禅伪之心。涉入大火，不应疑毁。何以故？彼无量亿诸菩萨等，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。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。是故汝等。 应求此法。这段经文分两个小段解释。第一小段，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禅委之心；涉入大火，不应移毁。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禅委之心。四宏誓愿中说。 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何况此法是净宗第一之法，而本经又是净宗第一之经。本经不但是净宗第一经，也是整个佛教第一经。弥陀与因地时发心说：“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” 求正觉的人，应当坚定勇猛，不生虚伪不实之心。涉入大火，不应疑悔。为了求这个微妙之法，就算身陷刀山火海，也不生退悔之心。要像弥陀因地中，纵使身值诸苦中。 如是愿心永不退，这样才能称为深信切愿。第二小段，何以故？彼无量亿诸菩萨等，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。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。 是故汝等应求此法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一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求这个微妙之法，尊重听闻，信受奉行，往生极乐。二不知道有多少菩萨想听闻本经而不能得。 如《受菩提记品》中说，有一亿菩萨以不闻此经而退转于无上菩提，所以因缘确实难遇。俗话说：“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”时机如同潮水，稍纵即逝，千万把握好。 禅宗彻悟的大德，就是善于把握机会，当机立断。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，这句话不是骗人。欲本经有因缘者，才能听到此法。因此，大家千万不要自卑。我们本来是佛。 又有机缘遇到殊胜之法，千万不可错过机会。是故汝等应求此法。佛慈悲嘱咐说：“你们应求此法门。”此人不但不是小乘，而是我法中第一弟子。 下面谈谈学习第四十三品经文的感悟。感悟一：我骄傲，我自豪，我是无上大法的第一弟子。请同学们不要误会，我这里所说的“我骄傲，我自豪”，不是骄傲自满。 目中无人，共高我慢的那种，是欢喜、快乐、庆幸的那种。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？第一，我庆幸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无上大法让我遇上了，我怎么那么幸运呢？我庆幸百千万劫难遭遇的。 极难信的无上大法，我信了。我怎么那么有智慧呢？我特别想为自己不但信了，而且信的如此坚决。二十多年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“阿弥陀佛”佛号，不换题目，不拐弯儿，一路走来不容易。点个赞，千难万险走过来了。 我庆幸遇见了当代圣僧上净下空老法师，老法师是我学佛路上的领航人、护航人，既领又护，这样的导师上哪里去找？我最最庆幸的是，我选对了路，选对了师，不走弯路。 一条铺了红地毯的笔直大道，直奔西方。我今生就把生死问题解决了。为什么说得如此坚定？因为我是无上大法的第一弟子。什么是第一弟子？就是第一流弟子。第一流弟子不成就，谁成就？ 我们要敢于直面承担，我就是无上大法的第一弟子。第二，我之所以骄傲与自豪，是世尊为念佛人授记授名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 这是世尊在宣讲《无量寿经》时亲口所说的。世尊亲口所说的，还有假的吗？那可不是儿戏，经文上白纸黑字写着呢。不是有人喜欢找人印证吗？世尊的这个可是货真价实的印证。别再去找那些假大师。 贾大德去给你印证这个、印证那个的了。学佛学明白了，对照经典，对照祖师先生的教诲，自己就给自己印证了。我给自己已经印证了，我是世尊和无上大法的第一弟子，依这个大法修行，我今生一定成就。 第三，文明得大利，当生即成佛。佛告诉弥勒菩萨，十方世界诸菩萨都是因为文明而往生，获得了大利益。这个大利益是什么呢？往生极乐见弥陀后，顿然正得。 与八地以上菩萨平等的法身，注意“顿然”二字，就是快、急速。我们凡夫文明得什么利益呢？闻道弥陀名号后,后，哪怕只生一念欢喜之心，并皈依、礼敬、供养，依佛所说如法修行。 极能往生极乐净土，一生补处成佛。注意这个“极字，“极就是当下。这个大利，除了净土念佛法门，上哪里去找？找不到第二家。第四，文明的因缘难遇，可能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文明的缘。 会觉得也没啥难的，正因为得来的太容易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珍惜，不珍惜就会失去，得到了不知道珍惜，失去了才知道珍贵。大家知道吗？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，这是佛经上说的。 不是骗人的话，《受菩提祭品》中说，有一亿菩萨以不闻此经而退转于无上菩提。同学们，提高警觉，把握机会，持佛名号，求生净土，不要把我这话当耳旁风。第五，待业往生。 是净土念佛法门极其殊胜之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待业不能往生，极乐世界不就空空如也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找不到一个不待业的众生。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？阿弥陀佛，用五劫时间。 把西方极乐世界建成了，可是一个学生也招不着，为啥呀？都待业呀，不够格。那怎么办？只好阿弥陀佛呀，一个守着吧。阿弥陀佛岂不成了留守佛？为什么说净土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说的门于大道？ 为什么说净土念佛法门是奇特法？我们能否从待业往生中悟到点什么？如果没有待业往生这一法，苦难众生靠什么出离六道轮回？待业往生，只有净土念佛法门有此待遇，其他法门是没有这个待遇的。 第六，念佛人往生西方，良土导师一接一送，这件事情，姐姐往生时已经得到证明了。姐姐往生前告诉我，她往生时，良土导师一接一送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听说，不解其意。我问姐姐，这话是啥意思？ 姐姐告诉我，她往生时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亲自送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亲自接。可能是我的眼神有点惊诧吧，姐姐又补充一句，是这样的。姐姐往生的当天，我一直守在姐姐的身边。 大约十一点五十五分左右，姐姐轻声说了一句：“都来了，并用眼神示意我。”说实在的，都快到往生的时间了，干扰还在进行着呢。祝念同修的眼睛都盯着我，我的神经高度紧张，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。 所以，我啥也没看着，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屋里阳光很强，全身暖融融的。就是这个时候，姐姐双手合十，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感恩大家为我送行。”然后，留下了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微笑，回家了。 寄诵四首：一、净土法门太殊胜，无量劫也说不尽。你若遇到此法门，千万抓紧，别放松。二、一条大道奔西方，那是我们真家乡。待业往生太殊胜，唯此念佛无二家。 三往生西方享殊荣，良徒导师亲接送。若问这是为什么？念佛法门奇特处。四第一弟子要记清，神圣使命永担承，无上大法要弘扬，净土法门我们兴。 感悟二，妄念念念相续，何时往生净土？二零二四年又是不寻常的一年，就像二零一四年一样不寻常。记得二零一四年举办了《无量寿经》第四回科助学习班，师父老人家亲自参加。 亲自主持，亲自点评每一篇录用的文章。有多少人看出了其中的不寻常？老人家在干什么？他在向我们表达什么？老人家让我们学习上海下弦老和尚，学习刘素清老居士，让我们五年做真菩萨。 这些又是在向我们表达什么？有多少人听懂了、看懂了、听懂了、看懂了的，又有多少人照做了？二零一四、二零二四，十年时间又过去了。老法师让我们五年做真菩萨，现在十年过去了。 有多少人做真菩萨了？又空过了十年。问问自己，你还有几个十年？难道你要等五十年再做真菩萨吗？你还有那么长的寿命吗？大好时光白白浪费，大好机缘白白错过。你在浪费什么？你在浪费生命。 你在浪费慧命，你在错过什么？你在错过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今生了生死、出轮回的大好机缘。什么事情最重要？解决生死问题最重要。这个最重要的事，在你那排上号了吗？为什么多年学佛功夫仍不得力？ 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成佛的方法。以这个方法修学，一定是万修万人去。可是观察念佛人的现状，真的不容我们盲目乐观。能够遵循大势至菩萨的教诲方法，都摄六根。 净念相继修学的人，实在是稀有难逢。而我看到的太多的念佛人，是六根散乱、妄念相续，这种现实状况实在令人堪忧。对此，我们无需回避。我们为什么念佛功夫不得力？ 首先要看看我们在用什么心念佛，是用真心念佛，还是用妄心念佛？用真心念佛是净念，念念相继，这一念是什么呢？就是阿弥陀佛。用妄心念佛就是妄念，念念相继，这一念是什么呢？那就不是一念了。 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妄念，是五花八门的妄念，念念相续。这个相续是找不着头也见不着尾，是名副其实的念念相续。这样的人怎么能成就呢？学佛这么多年，我还真的见到几个妄念念念相续的念佛人。 我想说说这种人有什么特点。据我观察，这种人有几个共同特点。第一点，说话多，说不到点子上。公众场合，这种人一定是说的主角。唱歌不是有抓着麦克不撒手的麦霸吗？咱们这个就叫说爸爸。 这种人虽然爱说，但往往是说不到点子上，再加上说话啰嗦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听者会不耐烦，甚至是昏昏欲睡，但说者视而不见，照说不误。第二点，管事儿多，管不到正地方。有一句俗话。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爱管事的人可不当铁路警察，只管一段他是哪段都管，又管不到正地方。这种人是走到哪儿都招人烦，而自己却不自知。第三点，问题多，抓不住要点。有的人问题多的让你吃惊。 他怎么这么多问题？货真价实的问题相续，虽然问题多多，却抓不住修行的要点，浪费时间和精力。第四点，好奇心强，人见人烦。这种人就是小打听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好打听事儿。平时的口头语就是。 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？快跟我说说咋回事儿。这种人是谁见谁烦，谁见谁躲。第五点，嫉妒心强，害人害己。这种人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恶念连连，心术不正，诅咒别人，希望别人倒霉，看到别人倒霉。 这种人或暗自高兴，或喜形于色。这种人由于心态不好，往往疾病缠身，备受煎熬，容易短命。第六点，好为人师，自赞毁他。这种人愿意当别人的老师，不愿意当别人的学生，而且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。 为达目的，不惜说大话、说假话，不惜诽谤别人、抬高自己，往往以教育者自居；在家人以学生多为荣，出家人以弟子多为荣，多就荣吗？我看未必。第七点，好高骛远，想入非非。 这种人往往热衷于追求脱离实际的过高目标，胡思乱想，甚至进入一种幻想境界。目标不能实现时，或画饼充饥、聊以自慰，或悲观失望、不能自拔。久而久之，易患狂想症和忧郁症。第八点。 好逸恶劳，喜欢安逸。这种人修行意志衰退，靠自个儿摆架子，不愿吃苦耐劳，愿指手画脚，做表面文章，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不得人心。第九点，好惹是非，破坏和合,合。这种人。 唯恐天下不乱，到处煽风点火，拱火挑事儿，把别人的活拱起来了，他在一边看热闹，还会装得若无其事。这种人危害性极大。我上面总结了九条：三多，两强，四好。三多一说话多，二。 管事多，三问题多，两强一好奇心强，二嫉妒心强，四好一好为人师，二好高骛远，三好逸恶劳，四好惹是非。以上九条，就是我送给。 妄念念念相续者的一幅画像，我不会画画，只好用文字来表达。每个人都对对号，哪张画像你？你可别张张画都像你啊！寄送四首：一、多嘴多舌惹是非，多管闲事真烦人。 问题多多难清净，妄念相续怎成佛？二，好奇心强是障碍，智心一处是方办。嫉妒心强伤自身，这个蠢事儿不能干。三，信自信他相结合，无上大法要学活。 不要死在借条上，活学活用能做佛。四，贡高我慢难成就，谦卑低下出轮回。架子再大有啥用？只能孤家做寡人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